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33集的台北百科全书。这一集有一个非常好的前同事，现在已经不是同事。我不知道你的好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很要好，还是说很优秀的那个好？优质吗？对，优质，很好的前同事。我希望大家都能认同这句话，但我不确定了哈。优质，优质，真的是优质啊！为什么优质呢？因为最近新闻上的这个台志光好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个聊天室的朋友有没有听过哈？有听过的刷个加一好了，没听过的加零。我看一下，等一下那个案情的简介要讲的。要讲多少啦，如果大家都听过就讲少一点齁。这个台志光的案子齁，一开始是从大概是上星期齁，那个我们台北市议员陈崇文齁，国民党的被搜索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说原来有这个案子嘛。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就是我参加一个政论节目录影当天齁，然后走出来的时候，外面突然有个记者拦住我说议员我有问题想要问你，可以吗？然后我心里觉得这有点不寻常，因为一般来说他们都会先打来嘛，说今天要采访什么啊，可不可以约访啊，怎么有这样子就是在门口被堵到。然后我说好啊，问什么？说我想问你陈崇文议员是可以吗？我说好啊。他说太好了，不然我都找不到人愿意访，愿意给访。当时你是知道已经发生了这件事，还是说因为你在上节目，所以你完全不知道陈崇文已经被约谈？我知道他被搜索约谈，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媒体有写嘛，说可能是因为警察局的监视器传输费相关的案子被约谈这样。然后那时候心里就觉得有点讶异，说哈，找不到人可以访吗？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一般来说，这个我们会里有很多同事，大家是很乐于接受媒体的曝光的，那什么事情都要那个。然后结果我就去讲完之后，我就回来就看新闻啊，看舆情啊，发现怎么会各家真的都没有什么人出来讲？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犯错了？我不能讲吗？但是后来呢，看到了我们的邱前议员威杰在脸书上发文出来讲台志光这件事情，我说啊。果然还是只有比较优质的，或者是说已经退伍的，才会愿意出来讲这个事情。所以今天的主题啊，昭然若揭，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台志光啊，尤其是呢这个大家最近关注的警察局监视器的传输费啊里面的内情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水到底有多深？真的很深吗？为什么大家都充满了恐惧，好像不敢讲样子？一直到我记得好像大概过一个多礼拜，就是陈崇文议员确定被法院羁押进去之后，然后慢慢的敢在节目上或是接受采访讲这件事情的人才相对多一点。可是其实也没有很多，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什么国民党的议员，除了这个在帮郝龙斌辩解的之外，没有听太多国民党议员去谈说这个案子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寻常的问题点。其实我这个可以稍微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当上市议员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兼具网红的身份嘛，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老议员呢，其实对我都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呢？敬畏吗？应该说恐惧吧，或是不了解，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然后我记得拿手机起来拍，对对对，但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们其实我记得有两三位比较资深的这个老议员呢，他其实一来就跟我讲一件事，就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好同事，所以我们如果这个没有任何必要的话，大家应该要互相帮忙，不分党派。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其实我有感觉到，其实在这个这一栋台北市议会这栋大楼，其实一直有这种氛围，甚至于说，其实大家可能在有媒体采访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质询的时候，你会觉得蓝绿，然后各党派大家互相竞争，然后吵架，但是只要下了戏。其实 大家其实还是和乐融融，甚至互相拥抱，所以你有时候都会有一种所以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刚刚是我漏看了什么东西吗？不能破坏这个皇城内的和谐的感觉。但是我当然要讲，我并不是要说他们沆瀣一气，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可以解释为就是说，因为你想想看，台北市现在应该还有61位的市议员嘛，对不对？61位，但是有4位已经前往立法院所以要补选吗？还是地补？不用，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变57个，现在每个委员会除了公务之外，只剩9个人。今年的这个同学特别少。对，没错。
好，这不重点，重点是，其实我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除非我有什么一击毙命 的证据，嗯，不然的话，大家其实不太愿意互相厮杀，这有点像是在非洲的那种 野生动物，你知道吗？我曾看过一个 Discovery 的这个节目，他在介绍说，其实猫科动物大家都知道他们很凶猛，狮子啊、豹啊，大家都知道他们肉食动物嘛，很凶，可他们平常是不打架的，嗯，和乐融融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打架？是因为节省能量，对，因为如果今天他不小心，腿受伤了，他可能会有3天不能打猎，对，那他的体力会大大受损，然后他可能会影响他，影响到他的这个对这个草原的影响力，甚至于可能直接就造成对挂了，所以他是绝对不能受伤的，所以他如果要攻击任何一个人，一定是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不然就是我确定我可以一击必杀。我觉得在台北市议会或甚至于这个政治的场域都是一样，除非我确定对一个人可以一击必杀，不然的话我是不敢跳出来讲说，哎，他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他日后会怎么样报复你。那我觉得其实台志光事件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我觉得今天可以说检调单位对陈崇文可能掌握了相当程度的证据，所以我会觉得说，好，那我现在把他抓起来。可事实上，在我们当时的观察是不可能只有陈崇文一个人哦，因为帮陈崇，因为帮台志光讲话的议员，其实我那当时就见到了非常多位。那我觉得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浮出台面，我觉得大家也不太想讲，原因是如果我讲了，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被抓进去，他没有被抓进去，那我怎么办？对啊，而且我甚至有种感觉是，我觉得现在我猜测了哈。因为检调单位多少是要交一点成绩出去的嘛，所以他们陈崇文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在这个情况之下被抓住了。那我觉得其他人表面上没说什么，但私底下也可能正在用他们的后脚偷偷的把他踹下悬崖。我猜的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因为我觉得实物上来看，就是我总是要让大家有，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黑帮电影？他就是像这样啊，我总是要交一个小弟出去交差嘛，然后之后其他的老大哥就继续吃香，与他切割，对，都是他啊，与我无关这样的感觉。但事实上不可能是只有他。哎，你对这个案子啊，在当议员之前就知道，还是你当议员之后才知道？我跟你讲，当议员之前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件事情？我根本连台志光的名字都不知道。其实大家其实可能都有听过，台北市市民啊会听过一个东西叫光纤到府。其实最早为什么会有台志光这个案件，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要推动一个政策，就是说希望家家户户要家家户户都有光纤网路了。我先问一下大家有这件事情吗？家家户户都有中华光世代，对，而且很多地方还不能签哦。比较老旧的公寓是不能签的，但当时其实是有一个像这样的宏愿，所以他们希望有一家公司能够承揽像这样的业务，所以才会产生台志光这个案子。那所以大家那但是台志光这个公司大家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听过的。我一直到是2019还是2020年的时候，某一次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政党协商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审预算嘛，审预算审到一个阶段，然后大家发现有一些争议大家瞧不拢的时候，我们就会开政党协商啊。最近其实大家那个看到黄国昌在那边咆哮说吼，这个插嘴，对，这是什么插嘴？那就是政党协商。但是立法院的政党协商跟议会政党协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议会政党协商是没有直播的。对，现在应该还是没有吧？现在都没有，现在有录音，但是那录音不会放上网。对，可能只是备而不用。啊，备而不用。对。OK， 那这个就要讲一下，其实我先讲，我个人是支持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开直播，但是问题是呢，其实我可以理解。台北市议会到现在还没有公开，它背后还是有一个原因，我还是要客观的讲一下。因为的确，我那时候在我们一直都是支持公开直播派的嘛。那我记得那时候议长其实也有，还有一些其他前辈可能有讲过一些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的逻辑。他是说，如果今天哈，政党协商都公开直播的话，那就没有东西可以瞧喽，大家全部都在表演。也就是连政党协商大家都在吵架，就是都找不到共识啦，最后都会进投票去表决，因为大家就是不可能去妥协任何事情，对，因为大家只知道镜头在看，所以呢，一些台面下的这种协商啊、交换条件啊，就不可能谈了，所以那东西就会很难得出结论。当然的，这个东西哈，终究也是邪恶的根源啊，所以我还是会支持说公开直播，只是我可以理解大家想要把事情赶快解决，所以才不搞直播这套。我记得就是19还是20年的那个政党协商的时候，我不确定你那天有没有在，但是突然之间提到台志光这个案件，那林世忠跟王世坚都有在现场，但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哈，林世忠跟王世坚呢不是特别爱开会的那种类型，我不是要谴责他们，我只是要讲，
议员有很多种，他们有他们关心的事情之后，他们就会现身。对，但是没有他关心的案子的时候，他不一定会现身。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那总而言之呢，他们那天他们两个人都有出现，那其他的时候他们讲的话也不多。但是问题是，就在到台志宏案件的时候，两个人破口大骂，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当时觉得说，哎，这个态度之坚决的，是突然开始骂这样子。对，我想说这我都没有听过台志光，这是什么一回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好奇。然后就在他们两个骂完了之后，突然之间大概有可能8到10位的国民党议员，其实老实讲，你现在叫我去背人名，我已经有点记不太起来了。嗯，因为脑袋很模糊，我大概我而且协商的座位大家是随便坐的，对，随便坐的，没有固定座位，对，他就是在那边三三两两。我比较有印象，大概可能就是陈崇文嘛，王心怡嘛，王心怡就是绰号叫侠女的。侠女人心，侠女人心，那是他 slogan。对，然后他有出面讲话，然后他们就是，而且那个讲话，就是我先讲一下，像王心怡呢，她也是属于不是特别爱开会的类型，除非她当党团干部的时候。对对，但是不是干部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每一次都一定会出现。然后。这个牵涉我最近有一个想法，但我只是题外的话讲一下。你知道在台北市议会或者是立法院有一个规矩，跟其他地方的市议会是不一样。你知道很多地方市议会总质询是大家抽签的，对，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定机会问到，对，因为大家想要快点把会开完嘛。但是因为台北市议会为了确保每个人都有公平的这个露出的机会，对，露出的机会跟质询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有40分钟。但是我必须坦白讲，这40分钟哈，有一半的人我觉得都在浪费时间。我不是说他们问的题目是错的，而是我觉得他们甚至于根本没有准备哦，就讲一些很明显比较水的东西，很水的东西。像有一个议员。我4年来每次都会看他问一题，就是哦，国小学统有没有喝到牛奶？牛奶议员，这个大家去查一下，您知道，因为他甚至都还会做一些道具，就是在讲说啊，这是我争取来的牛奶。对，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但我要讲一下，王心怡就是在这些，我一直都认为他是属于其实不是很需要特别去咨询的那一半。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就是突然之间这几个我觉得平常不是很认真咨询、很认真开会的人，纷纷都上台发表对台志光的意见，而且每个人都很简短，大概可能1到3分钟。然后呢，内容非常的正式，大致上就是讲台志光很棒，然后呢，台志光绝对不会辜负大家的托付，然后如何如何哈，一定会妥善率很高，怎么样的？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完全不像大家平常的表现。对对，你知道吗？因为你也去过那个政党协商嘛，因为政党协商没有直播，所以大家气氛是比平常开会还要再融洽很多的，对，再轻松一点。对，然后现场会准备水果啊、点心啊，然后简直像是开同乐会。然后呢，有时候遇到一些争议，大家都笑笑说：“不要这样啦，齁啊，我们这样怎么样？如何如何？”大家瞧一瞧，哎，事情结束了。很多时候是这样，除非是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很少，大概1-2个案子哈，会这样子比较对立。其实不然，大家都是找这个妥协共识点，然后就过了这样。但只有这个，我突然看到这么多议员抢着要发言，我从来没看过这件事。我当时心想说，干他中邪吗？有人在记录吗？说哦，这个今天这个有讲话哦，那这个打勾这样子。我在那一瞬间，我马上就整个人就是觉得。警铃大作吧，还是怎么样？我马上就去问我的助理说：“哎，你帮我查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以前没有研究过，所以我当时才对他有了第一印象。哦，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跟我一样，我当议员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个案子。然后就是因为其他议员很关心，然后又这样子给人那种感觉说，说好像水很深，但是又很不容易搞清楚他那个里面水到底是深在哪里。然后甚至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政党协商，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王世坚议员呢，还跟意见不同的另外一个议员，就是整个吵起来之后，差点要打起来。就那时候还记得有人去拦着他说啊，好啦好啦，不要打起来。就是也是为了台志光的案子。好，那因为这个怕有些人不知道，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台志光这案子是怎么样呢。首先呢，它是一个郝龙斌市府时期呢2012年好跟民间的一家公司叫台通光电，好，不是那个李义成那个台通，不是，是一间上市公司台通光电签订了一个
25年的合约。好，那这份合约里面呢，它就是规定说，哎、欸，你这个台通光电啊，要成立一家子公司、新公司去铺设，刚刚瓜吉讲的光纤到府，好，把台北市的光纤涵盖率做到80%以上。嗯，好，然后呢，25年的合约期间，让你去做那个光纤生意，然后25年合约期满的时候，把这个光纤收归市府所有。好。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合约。那这个合约为什么有弊病呢？今天很快速的跟大家讲个懒人包，就是我觉得有四个弊病啊。首先，第一个弊病，它是一个假 BOT 案，它只是一个类 BOT， 实际上它适用的不是促参法，它适用的是采购法。为什么是假 BOT？ 因为 BOT 一般来讲，我们是说自负盈亏嘛。嗯，大巨蛋，你有本事卖多少门票，那是你的事。我们市府不会去跟你保证，我跟你一年采购多少门票。嗯，高铁，你有多少本事卖车票，那是你的事。没错，我们政府不会跟你保证，我一年跟你采购多少高铁票。可是呢，这个台智光的合约，我今天手边哦，所有这个合约都在我手边哈，然后还有其他更多的资料。那么今天就直接给大家看哈，在市府跟台智光合约里面，首先第一个。不公平，假 BOT 的部分呢，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政府保证采购的条款，就是台北市政府必须它所有的局处要用网络的时候，它就要优先租用台智光的网络，优先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去这个找所有的其他厂商来说开一个标案，大家来投标，你就是要优先用台智光。而且呢，这个政府保证采购呢，它甚至还有保证金额，哦，这个是一个这个合约的附件叫需求规范书，在里面它就写了，哦，画红线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优先租用本案网络服务，以当年他们签约的时候呢，预算估计每一年要跟他采购4亿，这就是我们现在新闻上你会看到。每年保底4亿，25年总值100亿的理由，因为他在合约跟他的这个需求建议书里面，他就写了说有4亿元这个数字出来了，所以这也是这个合约里面最大的不公平。因为一般我们讲 BOT， 哪有说我保证跟你做100亿生意？如果是这样的话，台北市政府自己花100亿去铺的光纤就好了。哦，对啊，我干嘛要你一家厂商来，然后我现在还给你去做你的生意，而且呢？除了我让你做生意之外呢，我给你铺设的时候，我还给你让利，这就是第二个不公平。就是呢，在一般来讲，我们 BOT 会有一个权利金嘛，大巨蛋也有权利金，没错。可是，在台智光这案件里面，这个权利金它定了是在营业收入只要低于15亿的话，是一毛钱都不用付了。也就是说，台智光这家公司，你用台北市的道路、桥梁、公园去铺设了光纤，赚了我们市民的钱，结果呢？只要你生意没有做到15亿，一毛钱都不用分给市府，而且你这15亿以下还有4亿是我们市府保底给你。欸，这个我要顺便提一下，其实，在台北市议会曾经炒过一个议题，就是他认为很多的这种共享服务平台，像是 Uber Eats，然后 Foodpanda， 他们会觉得说，其实哈，他觉得市政府就是有些议员主张，就是说我们要跟他收权利金，为什么？因为他用我们道路赚钱。对啊，他说，他们的那外送员都在使用我们的道路这样移动，所以那个道路是我们的公有财产，所以他要付我们钱才对。你知道这个观点到底是对是错，见仁见智啊。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种共享服务，而且大家平常都用的很算是很频繁的一个这样的服务呢，他们采取这么严格的态度。可对台智光就突然间觉得说，哦，这个就是给你用啊，给你用啊，15亿以下都不用收钱哈，所以。第一个假 BOT 嘛，第二个假权利金啊，好像有订单，实际上你根本收不到。而且呢，就算它超过15亿好了，你知道这趴数有多低吗？它是按照台智光提案的时候，这个趴数呢，15亿到25亿之间只有0.5%，0.5%哦，超低的一个权利金。好，这个是第二个不公平。第三个不公平是呢，刚刚瓜吉讲到了道路使用的权利金，这些使用费，其实在光纤铺设上面也是有这样。像中华电信，如果他用了我们的地下管线，这些中华电信也都要付台北市政府这个道路附挂线的这些使用费。可是，在台智光的这合约里面的第9.1条，他就明定哦，你使用是有公共设施或者是呢这个下水道啊这些等等的，blah blah blah，免征使用费，不跟台智光收费。这个每一年现在大家算起来，依照它铺设的公里数啊，有个数字啊，就是每一年至少我们少收了它5000万使用费，帮它省了5000万。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就是因为当时郝龙斌签约嘛，光鲜到府，然后我给你厂商让利那么多，他一定会说我要画一个大饼，美好的愿景嘛，就说啊铺设80%以上给市民优惠等等的。所以合约里面他有意思规定啦，说这个市民优惠方案，哈，一般市民的网络服务费呢不可以比中华电信的90%高。简单来讲，讲白话就是台智光要提供给市民中华电信的九折价，就是这样。好，那到底有没有呢？我们今天已经帮大家上网比价了，台智光网络公告的方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同样都是300 MB，好不好？台智光是1013，中华电信是999，台智光还比中华电信贵。本来合约讲好说你是中华电信的九折，你现在还是开的比较贵嘛？那1G 600 MB 的方案的话，中华电信是1699，啊，台智光也要1606，没有到达这个九折价格，所以这是假优惠画大饼的部分啊。而且你我觉得用个常理啊，商务上的常理，你就可以理解，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一般的台北市民，如果你想要申请光纤服务的话，有人会想过我要去找台智光吗？几乎是没有，超少。这跟钱已经没有关系了，你知道吗？事实上，其实他也没有真的很认真在推广他个人的他们的业务。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呢？因为第一个成本已经有人帮他负担了，第二就是有人保证他会有多少的营收。对，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这个公司几乎是稳赚不赔。那我干嘛要扩大经营，然后照顾台北市的市民呢？其实现在在台北。是因为我自己呢，在过去这10年之间也搬了很多次家，每一次申请光纤，我其实也都是跟中华电信申请啊，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我常常都住在那种老公寓，能装不能装，永远都是一个要吵架、要玩 gay 的事情。对，他说能不能迁过去，然后都会有问题。对，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台智光他当初之所以我们让利这么多，他有一个前提叫做他必须要让台北市民，我先讲价格，我觉得都不用讨论了。我先讲他有一个使命，就叫做我要让大家想要用光纤的时候都用得到。对，他有做到吗？那没有嘛，对不对？那就表示他一开始签的那个约就有问题嘛。对，你没有做到你当时希望能够做到的效果啊。没错，而且呢，这个台智光其实他一开始来投标的时候呢，讲的就很明了。当时他开始来投标的时候，他说短期内呢，他主要要服务的是谁？他主要要服务的就是公务光纤回路出租。他来提案的时候，他就直接讲，我是要来赚你台北市政府钱的。那其中他有点到说以警察局路口监控系统为主，为什么是这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全台北市大概现在有10000多支的监视器，这10000多支监视器呢，24小时都在拍，然后他的档案必须要回传到主机去储存嘛。我记得我还在任的时候是1.6万支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增加，应该还会再增加，会再增加，应该现在差不多快要1.7万，因为。还有边买新镜头的预算都会增加哈，台北市民非常喜欢监视器。那在这个监视器的这个装设当中，它的网路传输是量最大的，所以这也是台智光目前最主要的业务。因为光是警察局的监视器传输，每一年的费用就可以达到4亿，大概4亿多以上哈。那还包括什么195个行政机关啊，400多所学校啊，这些都是在合约里面规定的优先租用的范围里面。所以就台智光来讲，刚才呱吉讲到了，这家公司根本不需要求进步，因为他躺在那边，就有人保证他有生意可以做嘛，哈。这是这个合约最奇怪的事情，但是哈。这个最近我们有看到柯文哲出来讲说，他也觉得怪怪的。他说他忍台智光很久了。不过我们去调一个资料，就是这个我们刚讲的那个合约是母约嘛，但是每一个机关局处他要优先采用台智光网络，还要签子约。那这个子约呢，在2012年郝龙斌签约完之后，他给他一段时间去铺这个光纤。那最后呢，在柯文哲接手之后。台智光的光纤网络部件完成，所以柯文哲任内呢就开始跟台智光签这个子约，从2017年的第一份子约开始，一直累计到了8年后，柯文哲坐满2022年卸任的时候，已经有29个子约。然后蒋万安上任之后继续签，到目前我们现在跟他已经有47个子约。每一年呢，我们给台智光做的生意，在柯文哲任内的最后一年，正式超越。约定的4亿保底，到达了5亿2千万，然后蒋万安去年2023年呢，到达5亿7千万，这个是现在这个台智光这整件事情的现况。好，那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合约合不合理，要不要这个继续走？但问题是，现在爆出了这个陈崇文，好的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其实他就是我们在讨论的那个警察局监视镜头，到底要用多少？
的屏宽来把这个画面传回去。我记得你当时其实在政党协商的时候，你有忍不住，对，我有忍不住发表你的见解。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当时在讨论的这个内容，我觉得非常的不合逻辑。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今天警察局，因为警察局一开始他们定两 megabyte 的这个 spec， 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需求嘛，他们也是有经过就是研究，台湾市西公司的评估啦，对，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已经足以应付这个需求。我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很多我看到有些网友他会说，哎，两 meg 很少呢，我加100 meg 呢，哎，我跟讲那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东西，对对对对，好，那个人家是那个专门的线路，然后只是为了要做一件事，你可能还要上网下载 A 片干嘛的，人家只要负责传输一个哦，这个200万画素的那个摄影镜头，摄影镜头，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人家是有在评估过，因为你因为毕竟它只有一个单一的需求，所以无限膨胀它的规格的话，只是增加无谓的成本嘛，就它只是要传那一支监视器拍的那个两百万镜头拍的画面，它只是要传那个。所以他我们在讲的这个两枚三枚是指这个，不是说你家全家人都要上网，又要看 Netflix， 又要听 Spotify 的那个传输是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后来那时候其实我就看到大家在吵两枚三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点，我先讲我不一定觉得说两枚一定是对的。但我觉得至少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拿那个需求书出来，大家讨论嘛。你跟我讲一下，就是说这规格到底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听到国民党议员的一些说法，他们就会觉得说，哎，两枚一定不够，哈。为什么不买多一点？要买就买到三枚。当时我就觉得说，我加班买到一百枚不是？对啊，这是菜市场喊价吗？超奇怪的，你怎么突然之间讲这个？而且一口气喊到三枚，那个成本，因为你要知道，刚刚讲说1.6万只的监视器嘛，对不对？这样一口气等于三枚乘以1.6枚，那个立刻那个成本就增加非常多，是很不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当时应该要好好讨论。我后来还有再回家发了一篇 Facebook 文章，我那 Facebook 文章就是问说，因为我老实说我不是什么网络专家，我就问有没有谁是摄影机跟网络设备相关的专家，请你们跟我回答一下这个专业的见解，就是两枚到底能不能应付这个两百万画素镜头拍的影像？对，但是问题是当时其实的确，我觉得专家是讲的很好了，就有很多专家给我一些意见，他们会说其实这个真的是要取决于你的需求在哪里，因为其实毕竟可能压缩的规格啊，譬如说还有你回来才能传递资料回来的格数啊，它其实可能都会有些影响。不过大体上来说，其实他们没有觉得是这完全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如果我就那边，因为那篇文章很长了，那这个你可以去翻一下，大概可能是2022年的那个文章，反正总而言之，那里面有很多的技术方面的讨论。嗯，那我当时是觉得这个状况也是非常的不寻常，因为台智光一路以来，从我上一次参加那种政党协商的会议当中，我发现的不正常的现象，到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对他的这一个要求，我都会觉得说，哎，这不太。不太对劲，就是会有一种很奇怪，这案子非常奇怪的感觉。我知道它背后一定有一些问题，但我这个我要讲一下我个人当时的一个感受，因为也有一些观众就会问一个问题说，说啊，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继续追下去？我先讲一下，其实的确我那时候呢公开质询这个问题，咨询了两次，然后呢我还有发书面质询，然后我还有在直播上讲，然后我也有公开发文，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已经尽可能的，我觉得用我已知的我可以做的方式去想办法去了解这个问题，但是当下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我想大家说这个同样做过民意代表，你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其实同一时间有很多的关心的议题，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对，有时候我们会优先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第一个自己最重视的，或者是自己最有资源可以处理的事件上。其实，在那个时期，我觉得有一个很怪的地方是，差不多在2022年的时候，我同时有在推两个我觉得很困难的法案，一个是囤房税嘛，另外一个是那个台北市广告物自治条例嘛，这两个都是属于我觉得干，我可能永远都推不过去的东西。可是当时我觉得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在2022年的时候，居然两个都被推过了。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排审，然后呢，很多的阻碍突然之间消失了，所以我很密集的去开这方面的会议。我还记得在囤房税的审查，就是那个法规委员会的审查，法规委员会的审查，然后呢要过的时候，我突然之间问自己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其实他们只是想要让我有事做？我是真的，我当时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很奇怪的事情是，当时法官委员会的这个算是招委，就是主席啊，王浩是王浩嘛，对，王浩其实本身也有关心这个台智光的议题，然后以前他对我非常的不友善，然后不友善到就是说他常常就是直接就是对会有一些有点类似封杀的一些行为，我后来有一天我是真的有点觉得很怪，我觉得说你为什么老是这样针对我，所以我直接跑到他的办公室门口。
敲门说我想要跟他当面谈谈，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公开，我觉得我不想要这样子一直这样搞下去。那当时呢他拒绝跟我谈话，然后他就把我晾在那个门口，我后来在他门口站了2个小时。真的，因为我当时很坚持，我就说我要跟你讲到话。后来2个小时后他才开门让我进去跟他讲话。好 OK， 好，反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状况。然后后来突然之间王浩他公开在别的地方说，我觉得呱吉是一个蛮认真的议员。然后呢，开始排审囤房税，然后开始跟我在那边，就是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有一种，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对我这么好？然后有几个可能本来对囤房税议题有意见的议员呢，虽然后来提出了一些修正的意见，然后但是问题是，我觉得都基本上偏向就是推动过关。你有没有觉得当时囤房税过关是也是蛮惊讶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比我想象的顺利，因为其实像我第一次质询囤房是2019嘛，那时候我叫那个财政局提自己的版本，因为你有你的版本，但是要财政局的版本才两版才会有可能一起审，对对，两岸并存嘛，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中间就停顿了一段时间嘛，那财政局也有点拖拉，然后最后提出来之后搁了一回，但是在而且2022又是选举年。那大选年，所以那时候我本来还想说，法规委员会会不会有意见啊？他就会被战歌啊，怎么样？然后最后借期不连续就没了。可是最后通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还比我想象中顺利。我想说啊，应该是名气可用，就是因为在选举嘛，其实也可能有人跳出来反对这样子。其实也可能是名气可用，可是我只能说，这是我内心的一个小小的疑虑，就是当这个东西很欢天喜地的这样通过的时候，这有点像是你知道吗？你遇到一个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你以前每天都送她早餐，然后跟她讲很多喜欢她的话，但她从来都爱理不理。但有一天突然理你了，她突然有一天理你了，然后呢，而且说走啊，我们明天可以一起出去吃个饭，干嘛？你这时候心里是很高兴，可是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为什么呢？她是不是想要我帮她写暑假作业？你会有这种奇怪的心情，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可能好了？我跟你讲，秋姐，你平常真的是有够烦的。但是这个议题呢，我就让你去做，然后你就不要在那边啰里吧嗦的。我觉得我有听懂你要讲的这个氛围啦。其实因为在议会里面，那除非我们是这个国民党的总召或国民党党团干部，否则的话，其实凭哪个单一议员的意志就要把一个法案推到过是很困难，非常困难。对，基本上不可能，所以它里面一定会牵涉到合作的这个议题嘛，就是你要跟跨党派走去，尤其是像你如果是无党或小党，你更必须要去跟其他人合作，所以应该是说，对于不管像我或瓜奇来讲，我们很难每一件事情100%都坚持己见到底，因为如果每一件事情100%坚持己见到底，我们就会立刻变成议会里面边缘人，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实质的推动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就是会，就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同学很难相处，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也不要去签你的提案，我也不会去这个协助你推过你的法案，反正那你就在那边叫没关系，但是你最后的法案你会一事无成，就很有可能会这样，所以我们在议会里好像就是说能选择我们重视的东西，就是我的能量大概就只有这样，所以我能重视我的力量能推过可能这2-3个题目，在这2-3个题目之外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坚持照我们的走，否则的话就是最后就会变成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法照我们的走，会变成这样子的结果。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台志光案例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阻力的一个情况底下，然后我觉得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对，因为我后来有在 Facebook 上又发了另外一篇文章，是讲说，因为又隔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另外一个案件，我觉得跟台志光可能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让大家看看你那时候质询的画面好不好？好，对对对，我们有找到你那个时候质询的画面。你们居然去找这个？哎，是是是，来，那个局长，我这边要请教一下哈，那个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这个钱柜大火，那时候我们有订立一个叫做《火灾预防自治条例》哈，那个时候我们在
2022年的3月18号吧，我们由行政院裁定之后，我们就着手订定了台北市火警信号及警报设备关闭讯号通报连线管理方法。那其中我们针对呢火警受信总机的部分，我们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有部分场所它强制关闭，需启动警报音响，需通报管理权人跟消防局。那法规的修法过程其实非常的繁琐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有很多方的意见采纳之后，我们终于在去年的11月台北市议会我们已经三读通过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今年3月的行政院已经核定了嘛，那我们什么时候这个管理办法会正式的生效？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管理办法已经订了，那也公告，那预计是到，因为有个缓冲期，预计9月1号生效。好，9月1号生效，我相信这个虽然从2020年话到现在差不多也过了2年的时间，但是总算这个法案的上路，应该会对台北市民有更多的保障。但是我最近有接到业者的反应说，这个管理办法好像又要修改了，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又要修改吗？不好意思，因为有一些就是说有反映，就是说那是不是在连线上面的部分怎样提升它的妥善率的部分，有一些线路上的建议，那这部分我们也都有在多方收集意见，那未来也会在收集意见完之后会评估要不要修的部分，会一并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修法方向是什么，因为他说妥善率有意见的话，那要怎么具体来讲你们是打算怎么修这个法律？目前就是说他们是希望说维持怎样提高妥善率，那当然一个方法是说建议说使用专线的部分了，那当然这个部分会涉及到比较多，要多方收集一些专业资讯的部分，那这边我们也还在持续收集当中，也后续。所以这个是有决定的一个政策吗？譬如说我们要，因为现行的规定基本上我们只有要求，就是说它必须要网路连线，然后呢确保这个受信总机可以收到这些火警的讯号。这是目前法规的要求，我想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当初202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要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问题是，现在要求要用专线这件事情，那我想问一下，消防局也认同这个做法吗？报告议员，我们是各方的意见，我们再来评估，再来分析到底是不是要再修改。那9月1号上路这件事情会有影响吗？因为就是还是目前先依目前的办法来做，因为其实我们在当初的原本的里面就有建议说这个可以优先来采用专线，那当然这不是强制的，那后续我们因为还是希望说怎样提升它的妥善率，所以说目前还是要多方收集意见来做出。我觉得现在我这边就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其实目前呢，就我的理解，其实专线跟一般网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一般网络就是我们现在家里使用的网际网络嘛，我们牵一条线，然后就可以连上网络，然后呢，它基本上点对点，多点对多点，所以基本上如果有一个线路突然之间坏掉的话，还有其他的线路可以弥补，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目前网际网络之所以可以流行的做法。专线就像是直接拉一条线，两个就是直接点对点了，一点对一点。它如果今天讲妥善率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疑虑，就在于说，如果今天单点对单点，如果它这一条线刚好断掉的话，基本上它就没有备援，不像网路它可能有比较丰富的备援机制。那如果今天是要专线确保它的备援情况的话，大概需要两条线，就是你牵完一条线之后，还要再牵一条备援线，它可以达到你们所谓的妥善率99.5%的情况。一般来讲，我们接网路呢，这种传统的这种我们现在所谓的网际网路线，大概有99%左右的妥善率，大概差0.5%。但实质上来说，如果再多牵一条网路线呢，基本上也可以达到99.5%的一个妥善率，可是事实上这两个成本却有差距。如果是接专线的话，大概需要花到3000块钱；如果是接一般网路线的话呢，大概是1600块。那我想成本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安全才是。但是因为我的理解是，当初希望修改改成专线，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考虑到妥善率，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在妥善率来讲，专线跟一般的网际网路线呢，其实我觉得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第二个，那时候其实好像据我所知是有考虑到资安的问题，但是资安的问题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是在讲一个受信总机是收的是消防的这个火警的一个讯号，它并不是什么个人的隐私的讯息，也不是什么国家的机密。基本上只要有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些网络上加密的机制，就已经足够达到这个保密的一个效果。我想需要到用专线来做到保密，我想这个情况是非常特殊啊。一般来讲，今天公务机关除非是有什么国防的需求，不然也不会用到像这样的规格。所以我觉得这本身我觉得是有点微妙的。而且就我的理解是，今天如果我们要求的这个规格就是使用一般的网际网路线的话，对于一般的这些业者来讲，他其实可以找非常多的民间业者来做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民间业者提供相关的服务。但是如果今天呢，因为要想要使用专线的话，因为台北市政府合约的关系，就只能找特定的厂商来做这件事情。我想如果今天改成为用专线来做这件事情的话，难免有可能会图利特定厂商的问题。所以我会认为今天不管是任何从任何一点的考量，我都认为我们应该就先依循我们现在的法规规定去走就好了，不要对业者造成额外的困扰。那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如果修改了规定，然后呢反好
刚刚已经讲到一个重点了，如果用专线的话，就是只有特定的业者才能够来做。哎、欸，这个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你知道吗？在我之前，应该是前一天吧，咨询的人刚好就是陈崇文，然后陈崇文要求要修改这个内容。那我先讲一下，因为当时我讲的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讲的没有太清楚哦。那他当时要求所谓的专线，其实他不只是说在稳定性这件事情上，他们还要求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希望有一个资料的保密性。这我刚刚其实有提到，所以他们其实专线的是所谓的他，你后来看一下管理，你知道管理办法后来有修嘛？在2023年6月的时候，他有正式修那个管理办法，他要求说必须使用封闭式的 VPN 网络。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是指说这个网路线是就是专否这个消防警报的讯号，但是他不能够。跟网际网络有任何的连接。通常来讲，在政府机关一定是国家机密，才有可能会采用这个方式。所以我们的消防受信总机是属于我们的机密中的机密。对，可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不合逻辑的地方是，这个东西的确它资料保密性可能会很好，可是消防警报有必要用到这么高规格吗？对，就是简单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一般的消费者他们现在我们都会用网际网络去刷卡，然后买基金、买保险、然后甚至买股票，这些东西都很重视到这个资料的保密性，对吧？但是问题是我们也都没有因此觉得网际网络是不可使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保密机制，一些加密机制本来就已经堪用。对，那而且尤其是其实这种消防警报系统呢，它常常有误报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厂商会故意把它关掉。那是在2020年大火时候才后来发现这个状况嘛。所以就是说，其实那个讯号本身它的机密性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对，它就只是告诉你一个，哎、欸，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地方有火灾、啊，有事了，对，要注意这样子而已。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不是需要到这么高规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要求非常的奇怪。陈崇文当时，其实我为什么会咨询这一题呢？我老实讲一件事情，也不是我凭空突然之间就发现，哎、欸，陈崇文一干啊，你有线报吗？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有业者跑来跟我讲这件事情啊，其实他们就跟我说，其实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因为他们得知的情况就是说，其实有一些议员，然后呢施加压力，因为当时，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人在为台视光量身打造。消防局的传输受信总机传输想要的规格，对，因为当时有个情况是，因为我们那时候2020年发生钱柜大火，然后我们经过了就是中央拟定的一个办法的修正，然后呢我们到地方议会，然后呢重新修改那个管理办法，所以实际上那当时有一个任务目标是要在2022年9月的时候呢通过新的管理办法，然后让这个新的这个受信总机呢的这个连线的这个机制呢是能够确实的都部件好。可是当时其实就是我听到有些业者就跟我讲说，如果说要采这个方法的话，那可能对于一些大业者来说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对一些其他小业者来讲，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扰。嗯，因为他这个3000块钱不是说付一次而已，是一个月一个月一直付下去。嗯，那对他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负担，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天哪，那这样子根本就不合逻辑嘛，他们会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件事，那我才会拿这个题目出来讲。那但是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后来咨询了这一题之后，我知道管理办法有改，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什么时候改的。我后来今天去查了一下，我才知道他是2023年6月的时候改的。嗯，那他是谁改的？蒋万安上任之后，对，是蒋万安上任之后，市长他才改的、哦。嗯，他改成就是现在确定就是要改成封闭式的这种网路。嗯、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后来又侧面从业者那边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呢，按照台北市政府的合约，嗯，然后其实的确如果有任何网路部件的话，必须优先。采用台智光，嗯，而且他也有跟他有一个基本的扣打要符，就是那个母约嘛、嗯，他要符合嘛。但是问题是，这主要是约束台北市政府。嗯、那当时台智光呢，其实他有一个如意算盘，就是觉得说，因为我跟台北市政府的关系，再加上我光纤网络的部件呢是最完整的，所以他认为这业者一定会来找他。嗯，结果没想到，就是这个约一改了之后，实际上很多厂商，因为其实对厂商来讲，他们没有非找台智光不可、嗯，所以最后其实很多厂商最后还是去找了中华电信。这其实蛮有趣的一个发展啊、嗯，但当时其实的确他。在那个背后，他有一个是希望台智光可以获益的，是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啦，对目标，对对对。但是的确还是有厂商是在这个过程上不论他们是为了什么原因、嗯，但他们选择跟台智光合作也是有。是刚刚讲到这个消防局的事情啊，这就是这整个这个25年100亿母约，然后下面生出了47个小朋友子约，
的最大的美嘎在这里。刚刚讲的是消防局嘛，那现在大家在争议的警察局，我可以跟大家讲说，这里面哈，其实它真正的美嘎不是在柯文哲跟蒋万安在那边争说什么哦，我两妹三妹混合用啊，你为什么都一律用三妹？不是这样子，他真正的美嘎，你为什么会学他讲话的语气？因为学的还蛮像的，我长期观察监督他啊，这个职业灾害。好，那其实真正的价差哈，为什么这个我提出来说5.5亿要砍1亿变成4.5亿？因为我觉得4亿零300万就够用。那为什么对方哈业者方觉得不行要5亿5呢？因为他真正的美嘎在这里。先给大家看一份文件了，这是一个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公文，它是在核定 TGSN 光纤网路的服务费率表，因为按照。警察局在2016年哈柯文哲执政时期去跟台智光签订的子约，它里面有约定到说，哎、欸，每一年的几枚几枚是多少钱，要每一年经过市政府来核定，好，这个是在子约里面的规定。所以呢，在2012年，2023年的时候呢，台智光就提了一份报价给台北市政府。那在这份报价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TGSN 企业型三枚的网路，它是1761哈，大家先记得这件事情。TGSN 三枚是1761，那为什么要记得这件事情呢？因为在蒋市府跟台智光就警察局监视器传输在议约的时候呢，大家有提供不同的论点。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台智光他就讲啊，他说啊，警察局传输哈是一定要用专用网路，不能用 TGSN。为什么一定要用专用网路呢？因为他说。根据了一本协议书啊，就是警察局哦，这个监视录影系统专用网路通讯服务协议书里面讲的，他说就是要用专用网路，你不能用台北市政府网际服务网。哎、欸，这个就是呱吉刚刚讲的，就说你要封闭式的，就只能供你专用的啊，你不能够去上台北市政府的网际服务网，这 TGSN 去用哦。这是台智光公司的主张。那我们给大家看。第二个公司叫世熙公司，这个世熙公司其实就是这个监造商，也是市府聘请来评估这整个网络传输案的顾问。世熙公司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台智光公司主张要用专用网络，是当时世熙公司规划这份合约的时候呢，他正确的说法是录影监视系统专用的传输网络，不是录影监视系统的专用传输网络，所以台智光，你过分解释了"专用网络"这四个字。我们当时定这个的时候，只是要说传输录影监视系统专用的网络，所以用 Internet 用那个 TGSN 是可以的。好，并不是说你要一定要架构一个自己专用的。接下来，你看世熙公司跟台智光讲的不一样嘛，我们给大家看台北市政府资讯局，资讯局总算是大家相对比较可以这个相信他的资讯专业的单位嘛。他就讲了，他说啊 ，TGSN 跟警察局现行的 VPN 产品，它的技术框架跟架构本质是相同的，所以无论是 TGSN 或是警察局的 VPN， 在技术面上都可以使用 TGSN， 不管一些细节差异，其实没差啦。然后 TGSN 是专案架，也符合现在警察局的需求，差别是在 SLA， 就是差别是在专用网络的这个部分。但是资讯局认为这并没有技术上面太大的困难，简单讲白话讲，资讯局认为用 TGSN 就够了。啊， TGSN 的价格是多少？我们刚给大家看这份公文是1761，1761同样都是三枚哦，可是呢，现在大家在讨论的三枚2200是专用网络的价格，这中间的问题点就在这里，就是为什么同样都是三枚，我不能够只跟你买那个 TGSN 的1761的就好，我一定要跟你买 SLA 的这个2200，这个就是现在4亿跟5亿5的价差最主要的来源。4亿跟5亿5的价差不是两枚三枚啦，同样都是三枚，只是是不是专用网络的问题啊？是不是专用网络就是手上这一本合约的关键？好，就是这个。是在2016年1月，哈，2016年1月，柯文哲任内，哈，跟台智光签订的，大标题就是监视录影系统专用网路，哈，网路通讯服务协议书。现在对于那个斗点啊，
逗点要加在哪里啊？哎、欸，这个就不得不讲，在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议员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常会发现，其实公务体系很多这种小小的智慧的差异，对，都会产生很大的微言大义啊，微言大义。其实你要抓到这种很小的问题，有时候真的是要有一点机运跟慧根啊。是是，现在现在你看，刚瓜吉讲那消防局案例，然后还有我们分析的警察局案例，你就会发现现在台志光要咬市府的肥肉。的方法其实就是在专用网路嘛，他就是跟各个机关单位在签约的时候，他都会主张说你要用个专用网路，我帮你布建一个专用网路。而专用网路跟一般的这个 TCSN 或是一般的网路，就是会产生一个价差，那这个价差就是他巨大的，我觉得不应该的获利来源，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必要用到专用网路的服务，哦，对，就是够用就好嘛，然后你就说啊，什么都要用最高级，难不成是很有钱是不是？那现在还有哪些肥肉呢？跟各位报告，大家现在很关心儿童福利嘛，所以关于这个托婴中心或幼稚园，大家都会要求要设摄影机，对不对？那也是在我任内的最后一年才推的东西，我们就是台北市议会推的东西啦。对，那设摄影机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欸，那你不能够只储存在幼稚园里面，你要把它传回啊教育局或传回社会局做保存，那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网络使用的需求。然后大家又说，哎、欸，按照母约要优先找台志光，好，然后台志光呢，他又可以提出个诉求说，哦，因为这个涉及种种啊，治安啊，各自啊，所以我必须要用专用网路，又来了，你知道专用网路这一招是异于恩赐啦，就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一直不断的从我们的市库把钱搬出来，这就是这整个案子现在我觉得很难解的一个地方，因为。约就在那边，就是郝龙斌签的那个约，他就是打了一个一开始打了一个死结在那里，然后每一年每一年，那每个单位一直不断的去跟台志光签子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他就变成了很多有心人会去上下其手的地方，这就是我觉得在这整个案子最难监督的点。对，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案子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很烦的地方是，如果这个水壶哈，你不把它掀盖子不把它掀开来就算了，你掀开来，可能就一定要掀到底。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要想，其实不是只有陈崇文一个议员有在关心过这个案子嘛，对不对？那一定还有其他人。可是我觉得现在风头很大，大家一定都相对来讲比较安静。台志光，你看他现在也是安安静静的，没有在做什么特别的动作，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今天一般大家想想看啊、哦，在一般政治的场域里面，如果发生了两造都有争议的情况，一定是怎么样开记者会？我说你不对，你说我不好，对不对？你看看大家都很安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东西真的有毛病，所以大家不敢讲太大声。可是，其实你会容易想象的事情是，等风头过了，接下来就有人会被修理，会反扑啦。我会被修理，我讲的不是我其实还好。我觉得你想想看，消防局啊，警察局啊，对，之前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好好老实听话的话，哇，但是他们现在铁定就是被责怪的对象，哎、欸。你是不是怎么样？对啊，你是不是去政风处举报我？对，其实就是有这种。我跟各位讲，我真的是因为议会里面也是会有一些大家会有一些传闻，我真的听过有人怎么修理，就是监视器传输这个案子，怎么修理警察局，你知道吗？跟警察局下所知，所知什么？全台北市所有监视器的影像。那你说，哎、欸，这有什么好修理的？抱歉，因为。警察局的那个监视器所知有没有？它是要烧成光碟，所以它就会变成警察局某一个科的所有公务员，他为了要把全市超过10000支的所有监视器的影像全部烧成光碟，他们就不能下班，不能休假，就一直在那边烧光碟。但这个我要先讲这个问题哦，又有一点是台湾公务体系的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就是如果今天你，譬如说你要接政府标案，或者是你要跟政府有任何的往来，你只有一个。就是提供资料的方法，或是交换资料的方法，光碟就是光碟。你家还有光碟机吗？我是没有哦。烧录器，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好公务员他为了要烧光碟，真的是烧到他会疯掉。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大家资料呢可以上云端去自行下载的话，我给你一个连接就算了。但可惜现在不是这样。这个也要讲一下，就是说有很多的市议员或者是立法委员，他们有一个很隐性的修理公务单位的方式，就是过度的。
所知，嗯，就是就把你搞到不能下班就对了。他就是一种 DDoS 攻击，就是他就是大量的就跟你说，好，我就提供一些很垃圾的需求，可是因为我是代议士嘛，我讲的需求不管再无聊，你就是要尊重我，因为我有选票的力量在背后支持我。他说要监督啊，他可能会说他要监督所有监视器的画面有没有清楚。对啊，所以他就说你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升给我看啊，他真的会看吗？也不一定。但是问题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了要做这件事情，连续熬夜加班七天七夜，那这个东西他的目的就达到，他就说我整到你了。嗯，而且这个不是很少见的事情哦，这个超常见。对，这超常见。但是你知道吗？所知这件事情，有些人呢把它当成修理人的那个嘛。但反过来想，像我们这种人，也有很多所知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拿不到。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给大家看一个，我觉得这个真的太过分了。因为台视光这案子现在已经闹这么大了嘛，全国都在看了嘛。那我就跟这个我们台北政府资讯局要说台通光电光纤网路的相关的标案的历程啊，为什么我要这个？因为我觉得郝龙斌那时候签的那25年的母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为什么签的合约？所以说，那我要招标文件、评选会议记录、议约会议记录跟议约的签呈这样子。结果呢，台北政府只给我什么？他只给我合约，然后呢？不管是评选会议记录、跟议约的会议记录，还有签约的签呈，他都在这边写说是内部资料，恕难提供，敬请见谅。我想说，哇，你看议员真的是有大小啊！就是我完全不懂为什么，哎，其实有没有完全不懂？对不起，更正，我其实懂为什么蒋万跟柯文哲现在只敢在两妹三妹那个小问题上打转，因为真正的大问题是一开始那个母约到底是为什么嘛？就我就觉得，如果柯文哲你对这个约很有意见，你也不用忍耐8年了，你就把当初的这些怎么评选出这个厂商，然后签约的时候那些签呈是谁盖章的，谁拍板说要跟他签的，全部整理出来公布在网站上啊，你不用忍啊，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谁有问题嘛。啊，蒋万安其实你说去解除了警察局的职约有什么用？啊，消防局的职约嘞？未来教育局搞不好又要再签一个职约啊，对不对？那你这个斩草不除根，你在外围这样绕来绕去，在我看来啦，很像是说这两方哈，就是在那边叫嚣说，啊，那不然来打啊，来啊，来啊，谁怕你啊？结果他们都是在那擂台的外面，就没有进到那个擂台里面去，针对真正这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来讲，你知道王世坚他有一个评语，我觉得算蛮中肯的。他有说，其实他觉得这个25年约这件事情，一开始的锅并不算是柯文哲的，所以你如果拿这个约哈，你说是啊，柯文哲都是你最大恶极啊，不公平啊，哈，他的说法。但是问题是呢，你如果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讲说哦，都是蓝绿哦联手，那这个就有一点假掰了。就有点太假掰了，因为他说，你说老实话，这8年的时间，你有很多做事的机会，你都没有做，实际上做，你也没有做啊！你现在说哦，蓝绿联手来搞你，哎，这说法跟公平吗？哈，这个我觉得他的说法，我觉得算是就很中肯。因为我自己的观察是，我不敢讲说哦，这个柯文哲真的没有深受其扰。你如果说他第一、第二年还不了解这个状况，然后呢，莫名其妙签了几个约，哦，因为他常常讲说，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真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他后来发现哎，怎么好像怪怪的？里面有一些阴谋。这个时候他该做点反抗了吧？对不对？对，他如市长权力很大，好不好？对啊，就是你可以做反抗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东西我当议员，我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件事情了。那我也开始质询这个问题，可是我也没有感觉到这市府强力的赶快说，因为感觉你关心这个，快议员帮帮我们。对，我觉得我明明已经我质询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要找他麻烦，我是要伸出援手说，你是不是被人家欺负？因为你知道吗？一个议员质询你要你做这件事情啊，我也是一个议员，我有另外一个压力。对，你就到时候就你可以把你就到时候就说啊，邱慧杰议员叫我们不能怎样怎样。对啊，你可以这样说，你也没有这样做，那我就会觉得说超奇怪的。那你真的有认真在抵抗吗？虽然这个说法好像有一点不公平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因为好像在跟人家讲说，你怎么被人家这个怎么样的时候，你怎么不抵抗一下？但是市长并不是社会弱势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因为我记得去年这个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柯文哲有上那个谢政武的新闻面对面专访，然后他有讲一段话很经典啊，他说。
我自己当过台北市长，我知道啊。其实那个议会啊，完全没有办法监督市长啊，因为他在解释说，为什么他觉得他要去当侯友宜的副总统才能监督国民党。嗯，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说他当过台北市长，他知道议会其实完全没办法对市长怎么样。嗯，好，一定要从行政权里面，行政权里面自己互相监督才有办法。嗯，那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讲说。议会没有办法对市长怎么样，其实此言不虚。嗯，因为就算我们审预算的时候做了什么弹书附带决议，如果市府做自爱难行，一纸公文回来，基本上也不能怎样。像那个双城论坛的钱，哦，对啊，就是这样用啦。嗯，然后还有城市博览会的钱，嗯，也是这样子用啦。嗯，所以现在反过来说啊，都是因为议会里怎样怎样怎样啊，我这是忍了八年，我也觉得这讲得太夸张了。就是好，如果说他真的忍了八年啊，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非常的痛苦，我相信依照柯文哲的个性，嗯，你早就在第三、第四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公开讲了，大名大放了。对，我想不出任何理由他会忍到第八年。难道说这个台志光他的魔手已经伸到了他的家里面去，然后控制了他家里面的某个人，家里有身装？太痴狂的网络，就是我怕被断网。对，我就是我想不出来任何理由，所以我才会说，当他突然之间讲说，哦，我忍了八年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种，我不能讲一定的，但是我是蛮怀疑的，就是这个这句话背后的这个诚恳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有多少？对，我不敢讲的。好啦，那个呼吁讲完，赶快好，把当时签约的会议记录跟签呈公布出来，好不好？嗯，不要再躲藏了嘛，这个躲藏没有意义。嗯，然后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讲什么。哦，有人说，嗯，花旗如果能够继续质询就好了。没有，我先讲，其实今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不管是立委还是议员在岗位上，然后做这个工作，不见得非要我不可啦。那个苗博雅做得非常非常好。有人抖内170说，Fan Chat 说瓜吉没选立委是台湾人的损失啊。再劝，其实要劝进你不是这样子吧？我就看网络上的人都说要劝进你，就说哈，你不敢选立委啦，这才是真的，这样才是真的劝进，对不对？对，我先讲，就是这。哎，这个我真的，我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觉得大家应该要鼓励的是苗博雅，因为苗博雅呢，其实上次选真的非常的可惜，他输给了这个罗志成，真的是我觉得算是上一次选举当中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之一啊。没有，我们个人努力不够，好，我会再更努力哈。有这个看到一个抖内 Angela Kwan 说，这是题外话，刚在网络上读到一篇败选的人哈，苗博雅没有输，不用这样讲我，很赞，心想还好，政治人物有你没有坏掉。这篇是那个 Bills。出了一系列的文章，里面有一篇是访问我的，好，那我觉得写的人还蛮厉害的，把我写蛮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哦哦哦，对对对，嗯，这个很感谢这位记者。然后有人问杨雅婷说，想挖苗，看到报道说柯市长任内签的价值13亿元合约是八年总计吗？五月八点每年4亿，八年24亿，如果13亿是八年总计，那是违反保利事业约定吗？越说越糊涂，不用越糊涂啦，等下直播结束之后，你倒带回去看，我有一个表格已经整理出来哈，每年多少钱累积下来，已经签了多少纸约了哈。嗯，然后谢谢 Matthew Chan， 谢谢 Patty 蔡哈，辛苦瓜老板。谢谢李婷宜，请问瓜老板的小本本还有很多少水很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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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我先讲，其实我，哦，还有一些那种风花雪月类的，谁跟谁干嘛之类的。这听一下，等一下大家会觉得，明天那个新闻标题就说，你知道有人会打来问我说，哎，想请问你啊，那个瓜吉说那个七八位像是念稿国民党议员是谁？我想说，我哪知道？哎，我说的问我，我也都有点忘记，我只记得就是大家轮番突然之间开始一一上台，是一个我没看过的景象，所以我才说我印象很深刻。可是到底有哪些啊？我只记得一些模糊的印象，应该可能有李富忠武吧，然后王心怡，但是真的太多了，哦，我已经记不起来了。这个。政党协商都有录音哈，备而不用哈，这反走过必留下，必留下痕迹哈。尼古丁问说，法案不好推，有想过咆哮看看吗？咆哮会更难推啦。嗯，简单来认真讲的话，因为你等于是把合作的路封死嘛，就是其实。苗博雅他算是问政，大家看他的质询已经会觉得他讲话非常的犀利，攻击力很，战斗力都很强。可是我没有看过他是用咆哮，应该没有啦，对不对？丹田不够力，丹田不够力哈。
这个谢谢 Angel Chong， 谢李喜雷公沙小说苗不雅说，是绿园跑的时候道德长城小党观念者，现在吕布红山 AK 白狗山未来蓝。你这个称号好长，这个已经快要比那个 Game of Thrones 的那个龙之母的那个哦哟哦哟，对对对对对，那个龙之母的名字还要长。然后 Jerry Wang 说，听了那么多台视光，最困惑的是，不管两面还是三面，为什么比我家的网络费贵很多？啊，因为他是专用网络，就专用网络的四个大帽子一扣上去，就是注定一定要贵很多。对，但是就是没有必要用到专用网络嘛，重点对不对？然后有一位TSUI 这怎么发音？建国啤酒厂，哇，有人问健啤的问题，健啤要开另外一集讲。健啤是一个，因为健啤我也关心过，它很复杂，而且我必须要说啦，其实我觉得两边的意见都有它的道理在。譬如说举例来讲，在这个议题上，我应该跟，我记得我跟王世坚就是在对立的。我讲，其实很多人是王世坚说他可以北科大用，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我是不赞成给北科大用的那一派。你是啤酒文化园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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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只能说，就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就是怎么讲呢？在意的点。对，这要开另外一集讲，因为这是又一点复杂议题。有点像是上次我跟佩仪讲那东门市场，它牵涉到中央地方，然后一大堆的这种土地的问题都很复杂。OK， 好，谢谢 Audrey 真说，从选举后瓜吉那次说台湾民主选举制度可贵的影片开始，慢慢从政治冷感变成关心公众议题，开始追直播，好厉害哦！哎呦，我现在很多都会听成，很多情况都是说啊，本来很热心，后来变得慢慢的心冷、但是你竟然可以让人家反向，没有？我觉得你的这个参选也是有影响啦，大家都有影响，大家都有影响。哦，祝福事务所，这个是要来这个激将法的嘛？瓜吉那段谢谢，怎么跟皇宫上求关于系列像？我就看我问瓜吉是不是要去做内政部长，还是文化部长？好了好了，谢谢啦，谢谢啦，哈，谢谢谢谢谢谢。不要学这个。对，他现在最新的一个画面是他跟那个什么？那个花莲王，他讲什么？傅昆萁，傅昆萁说：“大哥，我先走，我先让你讲，谢谢，你先讲。这这不容易哎，就是说代表他受到关注很多，所以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成为大家这个截图啊关注的焦点。其实这不容易，对一个小党委员把舞台打得这么大，很厉害。”李协公沙条问说：“苗不然认为检方可能让陈松文转污点吗？感觉转污点后，台北市可能翻天覆地。”我觉得检方最想要说服污点证人，其实是台视光董事长。他去送礼物的时候，难道他都不会有一个小本本？你们问什么瓜吉的小本本？当然是台视光的董事长的小本本比较精彩啊，对不对？他那个是。以前不是有一个叫做百官行述吗？就是记录下来那百官的恶行恶状，他那一本才是最可怕的，好不好？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之所以就是这个匍匐前进，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会觉得说啊，万一这件事情真的不小心真的就打到自己身上了。对，因为如果我是检察官，我一定是要叫行贿的人转污点证人，因为他才会知道最多，因为就是收钱的人可能不会去知道说还有谁也有收，对。但是给钱的人一定知道所有有收的人是谁。好，最可怕的是这个。好，但是我想我们俩都不用怕，因为根本不会有人来找我们。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就是我当议员五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厂商来跟我关说过任何案子。真的都没有吗？对，因为我觉得我也很困惑，想说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也该让我开开眼界，看说就是你也不会接受，但你只是想知道说他问你的时候会怎么问这样。对。但是实际上，哇，真的没有。那我一方面也觉得说啊，大概我的这个这个所谓的不收礼的这个洁癖已经建立得很好。然后二方面也觉得说，啊，很想知道到底其他人是怎么的。你知道，因为我听过很多，我先讲都是都市传说哈，就是我譬如说举例来讲，质询一次的价码50万之类的，就是哇。对对，我真假、就我有听过类似的，可是他们都没有来问我，我都好想说，好想知道，你就开始算少赚了多少。这个，因为我有听过很多，还有什么就是他的所谓质询一次，就是指说，可能你在质询的内容当中有提到某个特定的议题，然后呢是 favor 他们想要传达的讯息的话，他可能就是有一个对应的价码。那我也听说，其实可能有议员啊，他收不喜欢收钱，他喜欢收礼物吗？茶壶哦。
就是说他那个、哦、他在收集这方面的东西，那如果说拿去一些市场上还有变现的价值，因为很多茶壶是有变现价值的，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玩笑说，如果哪天看到他开始卖茶壶，就知道他要退休啊、哦，是是是，厉害厉害，嗯，哦，青城沙滩问说有请教，很肯定专网的成本真的比一般网路高吗？我只能说这东西因为毕竟是专款专用的东西嘛，你就它要比较贵一点，我觉得算是合理啦，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反正其实就好像同样是譬如2000cc 的车，有 Toyota 做的啊，也有宾士做的啊，对不对？那都是 2000cc， 其实开 Toyota 跟宾士都可以到目的地，可是感觉会不太一样，感觉不一样，尊爵不凡。但重点是没有必要用专网的，为什么要用专网？对啊，这是最奇怪的地方，对不对？有人说转国民党就会被行贿了哟，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谢谢施淑琴哈，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施淑琴哈，等于6590元，希望阿淼选市长哇，认真考虑一下了。我今年是才刚败选的人哈，现在必须要深切、痛切的检讨，不断的检讨哈，还要持续的加油，对，持续的加油。好的，今天我们的时间啊，欢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超时10分钟哈，非常感谢大家这个一起陪伴我们度过了这个非常知识量、资讯量非常大的一个晚上，也谢谢呱吉今天来这边谈这个。水很深，希望我们不要被灭顶，应该不会被淹没。哎、欸，这很难讲啊，到时候这案子都又给他传过水无痕，然后我就马上被报复。你可能一年后才会被报复啊、哦？对，我觉得可能是2-3年后要连任的时候被报复、啊、突然有很多人开始骂我这样，是好 OK， 嗯。非常感谢大家，晚安。然后谢谢哦，最后一个 Michael Wu 好，阿苗说阿苗加油，谢谢你，我们会加油的。那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持续来锁定台北百科全书，然后我们为你带来最正确的资讯，来为你讲解说你关心的话题。祝福大家今天晚上一夜好眠，晚安，拜拜。好，拜拜。